贝啊，贝贝，我们要出门喽。嗯，拜拜。假装不在意，好啊。好了，拜拜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去九族文化村，然后等一下还会住在第二 PMB 的旅馆里面，叫做什么陆客。我们现在要去接 Aero 了，超级久没有出游了，开心！宝宝狼正在开心的开车，开心的开车啊！好了，再见。要准备入场咯，来，宝贝，给他们一人一张。好，宝宝狼，你今天有什么目标需要达成吗？说目标之前，我想先介绍我的衣服。好，我今天穿狼，跟我一样。哇哦，好可爱！我穿兔子，那你帮我爬。兔子穿兔子。欸、你超美的，傻眼，超美的，性感。我今天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脸很大、啊？我会有很美哦。月亮没有啦。走吧，我们去玩吧。好。修看起来好可爱哟、哦，他感觉很适合游乐园主题。你说你等一下有什么声音尖叫？娇娇女的叫声。示范。啊，好可怕、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叫哦，娇娇女哦。等一下再录。好，江江女很紧张。哎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敢不敢看其他的东西？很美。不喜欢吗？哎，江江女呢？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云霄飞车，就那个，那个玛雅，好可怕。我很少搭云霄飞车，搭完脚真的是软掉了，它就是。为什么这个缆车感觉速度也很有啊？因为你刚才换过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从在玩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头痛，所以我很快就没感觉。哎，要扶，要扶，要扶。我觉得这个也很可怕耶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要说全九族最可怕的就是缆车。缆车有可怕耶，而且好险他没有弄那个透明的。在外面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是这个。新的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会闪哦，会飞耶。哇，对啊。而且好可爱哦，你看下面那个。哎，这小泛舟，下次是个泛舟。然后那还有那个。那一种的，这很可爱耶，这真的是新的、啊。这个可爱，这个泛舟可玩，泛舟可玩，很漂亮耶。你不要站，这很危险，又不是叫你站。好漂亮哦！哇，好漂亮，好凉哦。左边两位都要陪 Aero 来玩 UFO， 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很兴奋哦。他们正在起飞前的嘻嘻哈哈，等一下看他们可以笑多开心。哇，要起飞了呢！左边两位开始忧虑，右边那位很兴奋。我们每一组派出一个代表。陪 Aero 玩，哇，左边两个眼神是，右边那个真的很开心哎，傻眼，完全不一样的画风。他们现在在彼此加油打气，互相加油打气。哦，要开始了，哦，这个爪子会把他们抓起来，然后他们就会往上移动。这是勇士组的拍照，主要两边腿不要长那么像吗？哈哈哈哈，是你这个废物怎么好像讲我们？刚刚跟我说。
别人说我们两个像可不可以，他说可以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为什么不可以说可以，你们很像啊，火气来了，真正的勇者就是要喝一杯这个什么黄梅饮料，然后加一个什么薯条，勇士薯条，勇气的薯条，勇气的薯条 ，OK， 大侠爱吃汉堡包，对对对，小狼爱吃薯条，小狼看起来很开心哦，没有，完成了大任务了呀，这是我的奖励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住的地方，住房送美郎。哈哈哈哈，你超没礼貌的。这个搭配可以，好的。超没礼貌的。这是我们一楼的部分啦，我最喜欢就是外面有这个绿色的树，然后还有个小露台，我很 chill， 超爱的，超 chill。还可以做瑜伽。好，做瑜伽。然后还有个小推车，这个饼干，这个。来这边就到日月潭要喝红茶，这边有那红茶。看一下咱们一楼的厕所，好臭好臭，我觉得他们来抢厕所。哎，他别字啊，吸碰碰吸，吸口头，吸什么口头？有点奇怪。好了，我要上去关心伙伴们，他们今天住楼上。检查了，突击检查。啊！这是我们的伙伴们 ，Hello！ 哇，你们的星空房，好美哦！快点，赶快现趁现在张张没洗澡，躺在他们两张床上滚！不要，不要，把他推下去，把他推下去。有没有尝试过从二楼掉到一楼的感觉？想，请说，请介绍。垃圾桶。OK。399，我记得。那垃圾大家介绍吗？不用，因为它是透明的，可能看不到。来，变身。很好，很好，这是复古 style。还有一个箱子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把你装进去。赶快走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厕所。哎，它上面都有鞋子、洗手手啊。可爱的小天窗。他们说天窗可以开耶，来吧，什么是有什么惊喜吗？里面墙，哎，你很烦呢。有窗户啊，有啦，还有窗户可以冲冷窗户可以上示范喷，有啊有，它有那个有那个感觉，甩吧甩吧，你知道代言他了吗？不好，他是想去还是怎么样？开玩笑。你要示范一下吗？很美的那个。我就说我想换桌子啊。哇！仙女喷，示范一下我怎么喷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要说，哎，其实我好危险。就已经爆了。他说你也不想看，第一次喷也是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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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睁开好不好？我觉得这边超像住在小森林。然后一进来就有那种
植物的味道，然后还有那种很舒服的香氛，就那种一下里面那个味道，你就觉得超放松，它都不会臭，就是很香，然后都会有那种小径啊，然后树满满的树，全部都是植物，超舒服的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拿了一照，是要感谢我们 Airbnb 帮我们推荐的鹿壳民宿。在南投，就是去完九族可以就是直接来住四分钟，对，九族车程四分钟。对，哎、欸，你后面这样整个是森林系女孩哎、欸，我像是森林系。哇，转圈，哇，整个就是在森林的一个感觉，森林狼，森林狼，啊呜，可爱。它还有那个吸烟区，嗯。哦，这个小区真的超可爱的。然后你看里面就是大家在看这边下午茶。对，下午茶时间这里四点有提供下午茶。对啊，很 localized。对啊，好搅拌哦。好了，大家正在享用下午茶。这个刚刚在做瑜伽的那位。哦，你好可爱哦！那么你要就是帮我，你要哦，好好好，我会帮你，就是哔哔哔哔哔这样子。这是小花花，这位小姐没有搅拌原因是因为她在喝牛奶。你看她吸上来全部是白色的，哎，再等下就是喝黑咖啡的那个，把它上面那个吸掉。你不要，你应该吸到这。吃饭喽。这里好小梦幻哦。早安各位，美好的早晨，我们用一声 OM 来开启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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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早餐咯。今天早上只想喝一杯咖啡，大家都是一杯咖啡，想不到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早餐给我们，原本只想说喝个黑咖啡了。So nice。 偷拍一下鹿，他很饿。宝贝吃饭喽。好，我觉得我形象毁了。有吗？好，好了，鹿正在进行他的，对，专业，他们两个其实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嗯，有闻到了。自己喝的没关系。好啊，串串一口，蛮漂亮的。你看，变色，王美手，变色了，有吗？啊，好啊，有吗？来了，有吗？再从上面拍好了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好敷衍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好了啦。哇哦。来，小浪，你是喝紫色的杯子啊？这是鹿刚刚精心调配的饮料。好漂亮，好适合你哦。嗯，好，我们就还给鹿。那你们变超会剥鸡，有真相可以吃到孙公主，厉害！孙公主在剥鸡，而且她剥得很厉害 ，SOP 超级清楚，手法又流利，看来是专业剥鸡。嗯 ，Hello， 不用跟着走了。我们 Hello Luke，Hello Elle， 好了。
天旅程就到此结束，这是一个非常快闪的一个行程。对，那我们大家都感觉非常休息到了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，拜拜。